别急右上角即可关注。胃是一种消化器官，主要的功能就是帮助人们消化食物，然后储存能量，保证人们的机体和生命活动的正常运转。但是就像机器一样，胃额会存在着损坏的情况。其中最常见的胃病就是因为人们不注意保护自己的肠胃而导致的。常见的胃病有胃酸、胃痛、胃胀，严重的有肠溃疡、胃穿孔。胃病是一种循序渐进的疾病，长时间不管就会造成癌变的情况发生。胃病是一种十分常见的疾病，主要发生在老年人的身上。因为老年人的身体抵抗力和肠胃的保护能力下降，从而造成了各种胃病趁机偷袭。但是现在却有很多的年轻人也有胃病在身。据统计，全中国现在有超过3亿人患有胃病，其中大部分都是年轻人。胃病似乎是现在人们健康的杀手。常见的容易引起胃病的人有哪些呢？一、饮食没有规律。什么意思呢？就是饥一顿饱一顿，有时不吃，有时狂吃，表面上看上去只是让自己的肠胃处于一种饥饿交加的状态，但是实际上这种情况会严重的破坏肠胃的消化系统的平衡，造成胃分泌失调，长此以往胃很容易就会出现问题。二、吃辣吃凉。吃辣的东西和吃凉的东西是最容易刺激肠胃的，胃的结构是非常的脆弱和稚嫩的，一旦接受过多的刺激，就会造成肠胃消化细胞的坏死和肠胃黏膜的破损，就会很容易出现胃痛的情况。三、喝酒。酒精现在是人类健康的一大杀手，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酒精对于肠胃的刺激太大了，经常喝酒的人是最容易出事的，严重的会出现胃出血的情况，这就是肠胃被酒精击穿了的缘故。中医认为，脾胃为水谷之海，六腑之大源，脾胃同之中焦，直自运化，胃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是气机升降的枢纽。脾与胃纳运协调，升降相因，燥湿相济，以维持人体饮食物的消化吸收的功能活动，产生各种病变。因此胃不好一定要调养。一、肉桂。桂脾胃辛甘，辛大热，归肾、心、脾、肝经，具有补肾助阳、引火归元、散寒止痛、温通经脉之功效。对于因为脾胃虚寒出现的胃脘冷痛、腹痛腹泻，桂脾有很好的改善作用。二、胃痛的敌人黑桑葚。中医认为，黑桑葚入肝经、肺、脾、胃，能够滋养肾脏，生津止渴，活血化瘀，消除失眠，缓解胃痛，解决肠胃病的功能，是人们居家生活的首选养胃食材。常吃黑桑葚可以明显的改善肠胃功能和消化道的能力，是人们养生的最佳果实。黑桑葚自古以来就是人们最喜爱的果实，常吃可以明显的提高人们的性功能和肠胃功能。黑桑葚还可以做成桑葚糕和桑葚汁，对于人体的健康都有着很强的滋补功效。请 PGC Card PGC-CARD-HREF Text Declaration None Outline None Display Block Width 100% Height 100%。 请 PGC Card PGC-CARD-HREF Have a text declarationLong PC 两视星 PGC Card Box Sizing Border Box High 164px Border Exfilled 紧18188 Position Relative Padding 20px 94px 12px 180px Overflow Hidden PGC Card After Content Display Block Border Left Exfilled 紧18188 Height120px Position Absolute Right 76px Top 20px PGC Cover Position Absolute Width 162px Height 162px Top 0 Left 0 Background Size Cover
PDC content overflow, hidden, position, relative, top. 50%. Web kit transform, translative. 50%. Transform, translative. 50%. PDC 杠 content 杠 title, font size, 18px, color, 22, line height, 1, font weight, bold, overflow, hidden.Text overflow, ellipsis, white space, wrap, PDC-content-desc, font size, 14px, color, 444, overflow, hidden, text overflow, ellipsis, padding top, 9px, overflow, hidden, line height, 1.2mm, display, WebKit inline box, WebKit line clamp,二 WebKit Box Orient Vertical PDC-content-price Font Size 22px Color 85559 Padding Chop 18px Line Height 1mm PDC-card-boy Width 75px Position Absolute Right 0 Top 50px Color 近406599 Font size 14px Text line Center PDC-BOY-TEXT Padding top 10px PDC-ICON-BOY Height 23px Width 20px Display Inline block Background URL HTTPS S 0Static com pdc vr pdc tpl static image commodity by frb4da png 使用方法每次早晚可以各用一个杯子泡一点一杯温水丢六粒早晚喝一杯也可以直接吃胃中没病不痛更舒服为年轻的20岁最后记得关注我将文章转发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吧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